目前，我国超过3500公里公路完成智能化升级改造，京雄高速河北段、沪杭甬高速、杭州绕城西复线、成宜高速等一批智慧公路已建成运行。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，目前我国已安装使用北斗终端的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车辆超1000万辆，重点领域北斗系统应用率超过95%。